下你的领袖行吗？你先说吧。啊，真的是，首先感谢爱奇艺能够给我这份荣誉。其实我跟小七也是刚刚合作完爱奇艺的古装剧，叫做《领袖行》，然后我们两个。对，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组合起了一个组合名字，叫做“流氓”，叫大红大紫。然后希望，这个我们俩组合名字吧，希望每一个为梦想奋斗的朋友们，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，大红大紫。这个接下来的一年，希望所有人可以一路狂飙，一起尖叫。